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《最后的木头》。那个我第一眼看到这一款游戏的时候，觉得它就是 Rift 伐那一款游戏，然后变成麦块版。你不觉得这一个很像那个经典的麦块那个什么空中方块吗？超像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不要讲太多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好不好？我也还没玩过，相依为命。男人和女人相依为命，在这无垠的海上，他们能存活多久？好了，普通开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是男人，这是女人，哎呦，男人怎么胡子这么大、啊？不管了，开始，噔噔，柠檬树，哎呦，那个按下树木，选择一棵树，然后砍倒，哇，砍伐，哦，他的那个等待幸存者砍下树木。所以我们就操作这个平移镜头是这样，哦咻，然后还可以旋转镜头，然后还可以缩放，缩放有有有，然后选择储物箱，储物箱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这一款应该是大陆做的游戏吧，因为它旁边看到 QQ 群，装备了钓竿，我的男生装备钓竿了，然后命令侥幸者到右边水域去钓鱼。海上不时会有漂流物，用右键可以派他们去捡漂流物。要是太远，幸存者不敢去。哦，好哦，好哦，我要派他去右边钓鱼啦。欸，他在钓鱼啦，那还没打勾欸。我们首先先打造一个木头好了。哦咻，哦咻，哦咻，欸，建造了，建造了。他还有第二面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命令他去钓鱼之后，他没有打开。然后它的第二页是说继续种一棵柠檬树，好啊，那我先把它支开来去种柠檬树好不好？种植柠檬树，哎咻，这里，然后种柠檬树，柠檬树种完了，建造筏，哎，我刚才建造的不算是不是？结构简易木筏，哎咻，来来来，建造一下，建造一下，那个还在钓鱼哦，光钓鱼就饱了。哎呦，他去建造了，他去建造了。哎，有了有了，原来右边他的右边叫这边哦，是幸存者的右边，不是我的右边，搞错了。好了，这个完成了，完成完成，太好笑了。海上有漂流物，现在我要去捡漂流物嘛。漂流物，漂流物，漂流物，漂流物在哪里？附近有掠过一些海草，这也太远了吧。怎样？放大一点。哎呦哎呦，哎，这旁边其实有东西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，我们可以往这边滑吗？哎、欸，漂流物其实真的有点远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有，这里有柠檬树，可以收获了。吃一下啦，吃那个，他们好像有点渴了。哎、欸，拿到柠檬了，他吃柠檬了，吃柠檬可以解渴吧？哇，喝柠檬汁哦，这么。这么硬哦，那个去捡这一桶好了，看一下这一桶会有什么。哎咻，我命令他去捡木桶了。哎、欸，其实也不容易耶。哎咻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，捡到了。哦，把漂流物捡回来了，发现一些东西。漂流物，口渴。哇，再不喝水会有性命危险呢。哎、欸、哎，下雨了。哎呦，海上阴晴不定，可以避免雨水侵蚀。哦哦。他有技能可以升级欸，钓鱼等级上升，有技能可以升级，医护制造，好啦，升级升级都升级好不好？升一级，无欲无求。我的雨水收集器没有办法建造完成欸，他插什么？插叶子哦。哇，那叶子要去哪里拿？砍树拿得到吗？欸，还插两片叶子欸，这个箱子里面真的有叶子，赶快拿。去拿去拿去拿，这个拿不到了，这个可以。哇，我们又游出去了，加油加油，去拿去拿，这个都不敢拿是不是？太远了，飘太远了。哎哎，他人就是这么远啊，我们要赶快把这个雨水收集器盖好。哦，箱子回来了，箱子回来了。哎，十个了，十个了。哎，我的人快不行了，那个赶快把这个建好，我的人快不行了。快死了，有没有？快渴死了，有有有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
雨水收集器做好了，有水喝了，有水喝了，有了，下雨了，可以去喝水了，太好了！哇，及时雨，及时雨，这就叫及时雨吧？哇，哎，现在外面飘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哎，还有站板呢，啊，都去拿，都去拿，都去拿，多拿一点回来。发现了很多东西，真的有点像那个了，罚这款游戏和 Rift。捡捡捡捡捡，现在狂捡。等一下，他好像有点不开心，是不是？有点不开心。哇，欸，有得力于这个简易集水装置，所以我现在没事了，好不好？欸，有幸存者来了，海上飘来了一个幸存者，你可以去救他，或放由他自生自灭。要救他吗？我现在两个人都养不活，欸，好啦，去救啦，去救啦，多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多一个人，幸存者，太远了，有没有？他不想救，太远了，无法拿取，原因太远了，太远了，不想救啦。哎，那个去救他，哎，手上有东西就不救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他一直说他太远了，到底远在哪里？不想救还这么多借口，太好笑了。哎，对不起，不是我不救啦，你飘过来一点好不好？那个我的筏可以移动吗？嗯，我现在都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欸，先做一个研究台在这好了，然后一个工具台，哦咻，都放在地上，都放在地上。那个幸存者已经，我放由他自生自灭了，还顺便做了一个火堆。哇，目前已经，这是我小小的岛屿，而且为什么全部的木材都这样放？那只有这一片是这样放，可以烹饪了哦，自由烹饪，让幸存者自由发挥，好不好？自由发挥，尝试做饭，但缺少材料啊！你们自由发挥，有什么做什么呗。我现在大规模的建设，那个哎，口渴嘞。口渴了，等一下有下雨我们才有办法，好不好？没下雨没办法。那个水资源，哎，是不是要研究台一下，看一下研究海水净化？哎，注意岛，别撞上岛。那我要怎么移动？那个先进阶淡水收集好了，进水好不好？进水，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。工作台可以做鱼叉、柠檬电池。不知道比土豆电池强多少，柠檬电池、树叶背心、极简款式树叶头冠，哇哦，破损的桶，这是什么？锄头用来耕地，哎，欸，好像可以，哎，欸，做一个锄头，鱼饵，更大的鱼，哦，我们继续再种一点，再种一点东西好了，结构这个，在这边再种一点，按下右下角可以检视幸存者，来，我们检视一下幸存者。幸存者页面，他现在有技能可以升级，我帮你升级升级。还有什么吗？检视状态，状态，哇哇哇，就这样。工作时受伤了，哦，因为你受伤了。技能，我们现在航海都没有，因为我们没在航海，是不是？社交，社交存活两天了，然后健康状态携带，哦哦，看完了。放置一个桨蓝图，哎，欸，可以做桨了，航行是不是？哇，哎，欸，他终于教我们，必须放置在木筏上，三面必须环海，哦，要三面环。那个我目前没这个结构，所以要重新打造，有没有？三面要环海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子。我们放置在这里和这边，各放一个，这样就可以两个人这样滑嘛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前进了。好霸气哦！哎，有人游过来嘞，啊，屠夫交易，他有很多存货哎，我们去跟他交易一下。我有，我要这个交易，交易，交易，我要交易，他游走了，交易啊！交易，交易，交易！对不起，秋风尽力了，我点他点了好久，他就是不交易，哎，可能我没东西跟他交易吧。那个，我们继续照着
照着那个上面的那个流程继续下一步，好不好？楼梯先建设一个楼梯，楼梯建设在这里好了。我建设完楼梯可以切换了，切换，建造第二层。哦，有第二层可以建造了，我们建造一下好了。目标上升了，把这一棵树围起来，感觉很酷哎。幸存者死了，过于可死了，我们只剩一个人哦。你怎么死了？太惨了吧！我明明就有研究淡进水，哇，他研究材料不足是不是？啊，那不下雨，等一下我的雨好像会被木筏挡住哦，又会被木筏挡住啊，没办法啊，这不是我愿意的吧？怎么这么快就死了？这款游戏看似简单，实际上不容易耶。不然我们划桨好不好？划桨到岸上，我们离岸很近了嘛。划桨到岸上，这么近，我可不可以直接上岸啊？直接控制它上岸好不好？上岸。它游过去了。我们干嘛在小船上面生活啊？我们抛弃这一艘小船，我们在这里展开我们的新人生好不好？我们上岸了。取一下树，这比较重要。幸存者死了。退出游戏吗？我死了，我全部死光了。教学模式14就死光了，存活了4天，渴死了有没有？海上渴死了。这游戏好难哦，第一次都是这样是不是？真难上手哎，太惨了，只存活4天而已哎，一下就 game over 了。我的小筏只盖成这样而已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试玩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觉得它的操作，操作有点说不出的反人类，就是在某些时候觉得，明明这样子操作很顺，为什么？小人不动作啊，或者小人没去做什么事情，或是不知道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事情，这是我的想法啦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游戏本身还 OK， 还不错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